大家好，我现在是在伦敦的中国之家。刚进入中国之家，我们就看到了三件中国队这次的领奖服，上面签满了迄今冠军的名字。现在大家一块来看一下他们的签名写的怎么样。这个是王浩，跳水运动员，他们签的是很帅气的。叶诗文，小姑娘名字还是写的还是有些书生气。应该是郭文君，现在已经是一个妈妈了，说她的名字已经怎么说呢，能体现出一个为人母的成熟和淡定。是林清峰，就刚刚夺得举重冠军的选手，这个看不出来。哦，这是吕小军，这是举重冠军。这是于丹，罗玉通，有谁看不清楚。哦，这个是曹源，张念泉，这两个名字写的真是让人不敢恭维。这两个小伙子刚刚夺得了男子10米跳台的冠军，双人冠军，这看不太清楚。裤子上有没有？裤子上没有。还是曹源和张念泉，罗玉通，这些签名应该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样的吗？感觉确实是。我们希望等奥运会结束的时候，这件冠军服上会写满中国冠军的名字，最好写不下，最好要写到裤子上。